大家好，一年五日的美食博览今日在会展开锣。今年除了有公众区，还设有尊贵美食区，大家都要留意翻啦。今年的美食展咧系严禁在场内试食噶。咁我哋嚟到现场咧，见到都有不少市民喺参观。咁我哋带大家睇下我哋场馆入边嘅情况啊。今年的美食展由8月12日去到16日，朝头早10点去到夜晚10点，16日就由10点去到6点。公众馆呢度有大量嘅特价美食，仲有1蚊嘅美食，仲有买一送一优惠添。除了1楼的公众区，我们还带大家来到3楼的尊贵美食区。这里有比较尊贵、比较名贵的美食。25蚊的门票可以去公众馆，40蚊的门票就可以去尊贵美食区。12点前还可以用10蚊入场，加多15蚊亦都可以进入尊贵美食区的。同场还有香港国际美酒展、香港国际茶展、家电家品博览，以及是美与健生活博览。